I love the beautiful you night, come on baby, let's go. 蜘蛛帮什么英雄啊？蜘蛛可以帮那个，蜘蛛可以帮是帮那个上的芬妮。我现在是帮上的芬妮和那个露露，选一个帮。我一般帮露露跟上的芬妮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上的芬妮、露露、猫咪这三个英雄，帮这三个英雄就好了。谢谢，感谢我们好好工作送出的应援粉丝卡，感谢支持，谢谢。拉一拉线就可以。卡牌子不是现在虎牙那边送一个粉丝牌就好了。全军出击。哇，这怎么没打出黑暗收割啊？别让他把线给断了。我这把没有带 CD， 这还是攻速。像是葵山体，相当是炼金，炼金带是点燃的，这炼金血量不多的，三级可以抓一波上路的。中靠一下，我们的打野龙，我们的中央这样压线，三级很有可能被抓的。我潜伏在每个阴翼之中。来了。他闪现了，哇，可惜了。算了吧，走吧。只不过我失误了，我应该闪现 QA 他一下的。这边打药来了。对面这个阵容的话，我看一下，两 AD 三 IP， 我们这把得打拉扯的。这把我是想上路河蟹吃了之后吃下河蟹，贪一点，把这个贪死了。谢谢，感谢我们影分加入了粉丝团，感谢支持，谢谢。两条腿，不好不管。
对方有眼的。没有眼了，有眼刚这个杀是要死。把这草丛拿一下。这不杀吗？我不掉炼金可能还不会死哈。有炼金我们就是也都打少了。他打小龙了。没有打还好。那就不用管。飞机加强了嘛，玩的人这么多。谢谢，感谢我们小包子送出的礼盒，谢谢。等一下 W。感谢我们小包子送出的甜蜜礼盒和墨镜，感谢支持，爱你哦。回家了。现在是七级，他们现在这个炼金有点太废了，这炼金很难处理，到时候后期。来断线了。那个要抓中路他们，就这一件好了。等下蜘蛛先 Q 了，去救下队友，他应该硬追的。
走吧，打不了，他可能还有闪现的。再把这些野怪经济收一下，曹虫十秒钟刷新了，这个曹虫不知能不能打，这个人要第一件做智慧默认，没看懂出这么肉干什么。上路这边的话呢，这一波发育的挺好的，我看能不能吃一个曹虫吧。他第一件做智慧默认没用的，漂亮！曹操，我们这边每个人三个，挺好。但刚没有 E 到他，E 到他感觉这不得回家把这边更新一下，来个巫妖之祸了。巫妖做出来之后直接补影焰的，把下边也去经济收一下，跑不掉了，有 W 刷新了，他有屏障在，漂亮！这波加起也很关键，然后把下边也去经济收一下，我们这波可以直接往下走，不用刷野怪的，有对面打野在下路的。把他反应塔拆一下，后面有打野在的，那队友把这一塔拔就好了，等那个小龙刷新了。来口，送了波三杀，他们这波全没技能的，这波我们可以打龙团，他技能全交的还行吧，其实小龙不丢就好，虽然死了三个，我的人头是往后拿的，我终结是往后拿的，其实还好。往队友这边走，哦 Q 小兵了，慢慢打，让奶妈来过就好了，小龙拿一下。好久没刷野怪了，我的弹层数很低，现在飞机打架很猛的，配合我打架厉害，他一剑可以捡双穿的，然后我的话刚好需要法穿，主要打我很强，把他红拿一下，单纯出这个装备是没用的，单纯出这个就是魔抗装没一点用的。
我还没有闪现呢。我们出完这个影焰之后的话呢，下个装备可以做法穿了。像这一波就闪得比较果断，你犹豫一下就死了，真的犹豫一瞬间必死。谢谢感谢猫喵喵送出的糖果，谢谢。他要打这个河蟹了，他们把他惩戒骗出来。难道走这一步，这不这边走。他困到之后再放一些的。放一些就好了。推塔，这可以把二塔推了。是，高地不能推，得走。把对面上面也去经济收一下，他们家狼好像在我身上了。这个法穿得早点出的，对面有两个魔抗穿的，我们需要处理前排就必须要把法穿做出来。法穿的话可以做退身或者是虚空之战，这两个装备你想伤害更高可以做虚空之战，更团队一点的话可以做退身，配合两把大招很强。但是炼金大招有重伤效果的，所以说退身这把可能不是那么厉害。我们打架基本上会碰到这个炼金的，一碰到炼金的话这个法穿就没用了。我这不看能堵他一下，再把这个小峡谷拿一下。小狼还有40秒，我去把中路守一下吧。等下蜘蛛前 Q 了，在人前 Q 一下，20秒小龙刷新的，打完小龙之后的话呢，我看一下，中路线先处理一下吧。回家直接做虚空，我这个装备就是蜘蛛爆发最高的出装，巫妖就是巫妖影焰虚空之战常规出装。
直播没事也是，我们可以蹲一下。他闪现了，救一下救一下，我还有大招的。可以打大龙。一波的结束了。一套直接秒，一下不要被一打，得下周旋 Q。 不要点到人 E 才能放出来，是的呀，都是这样子的，除非说你 E 技能范围够，要在蜘蛛请来 E 的范围内，然后用 E 就可以了。大师第一把定位到什么段位呢？